这些怪物是夜行龙族，听命于天堂的大天使长米迦勒，与地狱恶魔战斗是他们的使命。人类通常以为他们是教堂屋檐上的石像，但实则肩负着保护人间的使命。幕后的大 BOSS 撒旦在人间开了一家大公司，里面的员工全是恶魔，同时还资助科学家进行尸体复活实验，目的就是想要唤醒亡灵大军，打败上帝，称霸人间。夜行龙族与魔鬼的战争随时就要爆发，直到一个名叫弗兰肯斯坦的疯狂科学家出现，才打破了这微妙的平衡。弗兰肯斯 斯坦利用八具死尸的碎片制造出了一个没有灵魂的怪物，但是成之后，他凝视怪物狰狞的模样，感到十分恐惧。这样的可怕怪物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。于是趁怪物还不能完全活动，他试图杀死怪物。不过幸运的是，怪物的生命力异常顽强，存活了下来。但怪物对父亲这样的做法充满了怨恨，于是打算一命抵一命，杀死了弗兰肯斯坦心爱的妻子。而他为了追杀怪物，冻死在了冰天雪地里。 怪物认为弗兰肯斯坦终究是自己的父亲，还是选择亲手将他埋葬，并将他生前的研究笔记也一同放了进去。可就在此时，一伙恶魔凭空出现，想要活捉怪物。怪物杀掉了其中一只恶魔，而恶魔瞬间化为灰烬，变成一团火球遁入地底。可怪物无奈寡不敌众，昏了过去。远处教堂上面屹立的石雕像看到了这一幕，则变身成为加里奥，飞了过去干掉了那剩下的恶魔，随后变成人形，把怪物和研究笔记一同带回教堂，交给了女王。女王告诉了怪物他。 他们的身份，以及千百年来发生在人间的神魔之战，而现在怪物也被迫卷入了这场战斗。但对人类毫无信任的怪物，不愿多管闲事，只想走自己的阳关道。女王也没有强留怪物，而是叫护卫给他点武器防身，并给他起了一个人类的名字亚当。亚当临走之前，将研究笔记留在了教堂。女王翻看着笔记，命令部下将笔记永久封藏，因为这种笔记的存在，就说明上帝不在人类唯一的造物主。 显然会动摇神在人类心中的地位与信仰，天使们的神力也会随之减弱。他们作为神的奴仆，不会允许这样亵渎上帝的事情发生。转眼二百多年过去，时间来到了现代。这两百多年里，拥有不死之身的亚当不断战斗，从一个猎物变成了一位猎魔人，主动屠杀散落人间的恶魔。这天，亚当抓住了一只恶魔，打算问出幕后主使。可这次亚当出现了失误，不仅让恶魔逃掉，而且还间接害死了一个无辜人类。那只恶魔回到了巢穴，把亚当的全部情报告诉。 撒旦，而这两百多年来都一直想活捉亚当，这下总算发现了他的踪迹，打算派出恶魔大军前去捉拿亚当。回到亚当这边，他之前抓小喽啰失败后，便被夜行龙族抓进了教堂里，还把他五花大绑捆在密室之中。女王怒斥亚当刚才的鲁莽行为是一个极其不负责任的举动，但亚当不屑一顾。他对自己的身份十分疑惑，他既不是人类，也不是恶魔，更不会是天使，超脱万物之间，无法在现有的世界体系之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，从而成。 承担这个身份该有的职责，所以他选择为自己而战。虽然没有灵魂，但他是有自我意识的，那便有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权利。任何人都不能擅自夺取他的生命。没过多久，恶魔大军也攻到了教堂门前，想要活捉亚当。夜行龙族很快就发现了这一切，与恶魔军团展开一场大战。恶魔大军采用了人海战术，不计死活的向教堂里面冲。纵使夜行龙族的战力更胜一筹，无奈恶魔数量太多，根本顾暇不及。只见一只又一只的同伴被恶魔背刺，化成。 成一道耀眼的圣光直通天堂，紧接着恶魔大军攻入教堂，眼看其他人抵抗不过来，女王护卫解开了亚当的绳子，递上了他的武器，让他一起加入了战斗。瞬间局面开始反转，恶魔大军被打得节节败退，一团团火焰遁入地狱。当指针指向午夜十二点时，剩余的恶魔大军开始有规律的撤退。夜行龙族想要乘胜追击，可这恰巧中了恶魔的圈套。表面上恶魔大败而归，实际上是声东击西。趁护卫都出去后，抓住了他们的女王护卫。 们可都慌了，只好拿着弗兰肯斯坦的研究笔记去交换女王。虽然女王百般不同意拿笔记来交换，但她忠心的护卫不愿看到女王就此飞向天堂，于是就把笔记交给了恶魔。好在恶魔还挺守信用，真就放了女王。护卫连忙带着女王撤退，而在一旁观看多时的亚当跳了出来，干掉了旁边几个小喽啰，就去前去恶魔巢穴抢回笔记。刚好在巢穴底下看到了无数的人类尸体，这下亚当明白了，原来恶魔几百年来千方百计的想得到自己和那本笔记，实则。 则是想复活这群尸体，并让无数的地狱恶灵占据这些尸体，成为恶灵大军，从而给人间带来无尽的灾难。亚当在这里遇上了女博士，博士一脸惊讶地望着亚当，发现他与笔记上画的那个怪物是如此相像，但却察觉不到任何恶意，就将手上的研究笔记交给了亚当。此刻，撒旦带着一伙人冲了进去，把亚当团团围住，试图劝降亚当，但他一身反骨，而且更想通过这本笔记找出自己的身份之谜，搞清楚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。于是，亚当从窗户一跃而下。 逃了出去，但撒旦丝毫不着急，认定亚当会再回来找女博士，于是就派手下跟在女博士后面见机行事。而女博士也发现了身后的异样，一路小跑进一处黑暗的小巷中。这时亚当刚好出现，示意不会伤害他，希望他能够检查自己的身体，了解藏在自己身上的秘密。随后又告诉女博士，其实他一直在为恶魔卖命，恶魔和夜行龙族的战斗已经持续了上百年，并且很有可能会毁灭人类。但女博士以为亚当可能是复活之后脑子坏了，根本不相信这么荒诞的。 可话一说完，尾随而来的恶魔手下就在女博士面前现出原形。亚当随即与之展开战斗，一度难分伯仲。但恶魔趁亚当防守不及，一脚把亚当踢到了坑底。正当准备结果掉亚当时，女博士吸引了恶魔的注意力。亚当趁机一刀干掉了恶魔。之后，亚当带女博士回到了自己的住所。女博士让亚当脱掉上衣，自己给他疗伤。没想到亚当缝合的身材这么好，女博士一转身都看愣了，很好奇这具尸体组成的身体是不是功能齐全。亚当劝女博。 博士尽早离开这里。恶魔如果在这场神魔之战中胜利，人间将变成地狱。女博士希望亚当可以出手相助人类，但亚当却认为人类的死活关他鸟事。但博士随后的一句话，让亚当瞬间醍醐灌顶。You 休息片刻之后，女博士去车站见实验助手，却不料被埋伏的恶魔一行人抓住。亚当则独自前去教堂找女王谈判。他告诉了女王恶魔们的阴谋，希望可以去阻止他们。但女王表面上同意，但私底下让护卫在亚当拿到笔记后就处理掉他。护卫们听从命令，频繁从空中偷袭。可就在要结果掉亚当之时，却被亚当反杀了。女王最忠心的护卫就这样上了天堂。另一边，撒旦威胁女博士做复活实验，但女博士誓死不从。他便出手杀死他的助手。 因为恶魔知道女博士心地善良，不忍心看到助手就这样死去，于是，在女博士的操作下，复活实验开始进行，而恶魔则悄悄地将启动系统转到巢穴底下。沉睡的死灵大军正在蓄势待发。找到研究笔记的亚当，丝毫不在乎的烧掉了它。对于自己是怎样的身份，他已经不在乎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拯救这个他所存活的世界。于是，亚当出现在教堂前，吸引女王带领着族人来到了恶魔的巢穴。女王看到亚当与恶魔对战，也加入了进来。神魔的终极。 一战就这样开始了。亚当经过一番拼杀之后，来到了实验室，打算救出女博士。到了这最后关头，撒旦也不装了，直接摊牌，现出了真身。亚当显然不是他的对手，一开始被打得节节败退。再去救女博士时，还被电晕了过去。撒旦拽起地上的亚当，在他头上画上邪恶的符咒，随即念出一段古老的咒语，企图从地狱召唤恶魔之子附身到没有灵魂的亚当身上。与此同时，成千上万的地狱恶灵正从那地狱深渊之中喷涌而出，眼看被恶灵附。 身的死尸即将苏醒，女王立即和护卫开始摧毁这些尸体，但这收集了上百年的尸体，他们一时半会根本毁灭不完。另一边，撒旦以为亚当已经被附身完毕，还亲切的称呼亚当为好儿子。可亚当抬手就抹去了头上的咒语，怒目圆睁的看着他，表示你跟谁俩呢？撒旦这才通过亚当的眼睛意识到，亚当已经有了自己的灵魂，恶灵根本无法对有灵魂的躯体附身。正是亚当对女博士的爱恋，让他拥有了一个灵魂。于是亚当趁其不备，在大 boss 身上画上一道圣。 直接反杀掉了大 boss 撒旦的灵魂，瞬间化成几道巨大的火团，遁入地狱的同时，还顺带毁灭掉了地底里那帮即将苏醒的恶灵大军。女王则刚好从坍塌的地底中救出了亚当和女博士。女王也对亚当杀死了自己的护卫，既往不咎。几个小兵换一个 boss，这买卖不亏。亚当现在也有了值得守护的人，拥有灵魂的他，将不再是一个行尸走肉的空壳。他愿意为自己所牵挂的人，在这个世间继续战斗。